我就看不见，你们自己瞅，没有飞机，我只有把它刷新了，飞机才会从右边出现，看见没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很奇怪。我只有刷新了这些先送的礼物，它才有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怎么都干上了这？谢谢蓝莲汉快女装的飞机儿啊！那是不可能的了。你怎么回事啊你？嗯？欺负我69岁的老鳖！让你打，余震震插眼儿，点烟被我，我靠，他把我点烟给我挡了，哎呀，真是狗屎运呐！我现在没学 W 了呢，这么长时间不放，哎呀，给我点烟，给我挡了。谢谢矫情。炸糊，真的是炸糊了。我先把这三个饺子吃完，你就死，你等着啊。来，来，拱，拱，你大爷的！拱，拱，闪现拱！哦，别！小兵打人有点痛啊！来两个布甲。这怎么把他杀完连小反甲都出不出来呀、啊、不过这波血钻我打下把他换了。完了，来吧，开干！咱来一个旺吧！你升了？你也真敢往上抠啊！好快的刀，好快的刀啊！好快的剑呢、啊！来，嘲讽住，拱，拱，拱，致命点烟，这回点烟你没有办法再给我挡掉了吧？短走了，耶、那个小兵咱就吃个经验得了，赶紧推。
后我们再吃个塔皮就无敌了。走了，谢谢剑斩身心斩魂的飞机，谢谢谢谢。200，买这个再买这个，出门。我们打这种剑姬其实可以直接反甲，队友还是挺猛的。现在我们打他，这就是随便打，他打我都不掉血。来，那干，对，啊，那干，没关系，俺俩就站你那顶里边打，可以吧？站你里边打，你这也不行啊。你千万别我嘲讽着你，啊，这波不嘲讽。哎，等他放技能，我懂，我就知道这小子得上来。哎 ，Q 完就放 W， 我们不嘲讽。我等你一会儿。你以为每回上来你都要嘲讽？其实不然。怎么这么卡呀？怎么才82的 FPS 啊？画面咋这么卡？100了，再吃一层塔皮吧。嗯，你跟我赛跑，你两条腿跟我四条腿跑，玩呢？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。他出血了吗？他出了啊，他可能是要出个破败吗？他这样出小短剑吸血鬼结账，精致补刀，跟我来。嗯，哎呀，这么猛，我的信哥。我这把直接出反甲啊，我们都不小反甲转日炎了，我们直接反甲。我小日炎转反甲，靠，来打一下，可以干，嘲讽住，套点盐，这都没有用的，都往哪走？拱死！赵信要抢一血塔了，快点把一血塔拿了啊！这坏逼。你跟我打兄弟，他跑了，那算了吧，回家。
我都不知道他控个什么劲儿。算了，我直接来日炎吧。日炎没合成之前太弱了，知道吧？先来个日炎，而且钱也够，差两件装备，一个布点还。俺们家的哥哥给弟弟给他打得够呛啊。明显这是亚索是去了，这是。可以。我就不去了，我们这把单带憋，好吧，单带。等我翻甲出出来，我觉得我上高地没有任何问题，没有一点点问题。那个真眼我不排了，浪费我的石干。你玩上单龙龟的主 Q 呢？是你还出个帽子呢？你要拱死人呢？这波越塔尝试一下吧，先嘲讽他一波。哎呀妈呀，我这疼死了！别打我！哎呀，别打我！别打我，咋这么疼呢？来人了，来呀，上来呀，来推我队，来，我们先闪现出塔，别着急啊，短鱿鱼可以鱿鱼，还有鱿鱼的那个传送啊，可以鱿鱼。耶，有剑，那分解好像挺骚啊，啊，骚是吧？骚是吧？啊，骚，喜欢骚，我让你骚，我让你骚骚，我死了就死了，还骚，跟我俩骚。可以鱿鱼，那鱿鱼为什么要闪现？我们已经无敌了。我反甲日炎加个皮鞋，我可以越塔打三个。他能不能让我补个刀了？日炎能不能好好补刀？日炎又削了，那肯定得削呀。那一坦克需去高成这个样子，
那烫人无限掉血，那反正得血。完了，我的车。哎呦！哎呦呦！哎呦呦呦呦！烧死吧，烧死吧！啊，还敢烧？我看谁还敢烧？老分女儿，中路怎么会出现一个亚索呢？玩儿？别人不杀就杀这分女儿，太骚了。把这个卖了吧，然后我们等个守望者铠甲。这个守望者铠甲能减少多少伤害？普攻伤害降低11点，最多为该次攻击 40%。 没了人你都看不住，你就说你还能干点什么？赶紧过来啊，扛住小兵，这样收兵能快一点，要不就把峡谷放了吧，我们直接上高地啊。30-6，我看看哪个分女敢烧。烧是吧分女，是不烧？是不是烧？为什么这么卡呀？我把网页关了，我看还卡不？网页关了就不卡了。这搜狗怎么出点问题？好像这搜狗。搜狗不行啊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搜狗浏览器前一阵，不是前一阵啊，